不然还不用走，不然我们可以扭蛋盘。没有，我们紧接着是进化宠物，来吧，这一次是20%，这一次是20%，这一次20%而已。来吧，坐着吧，先不要离开。对，而且还不止哦，20%只是进化过去而已哦。我们更重要的是要 S 保留 S 保留 S 的几率是25%，所以我们要20%进化里面再25%的 S。我之前那次就是这样，所以总共是4%的机会。所以进化还不是最好，可是也没办法，你也只能进化，因为它也只有一只可以进化，反正就是进化一次这样子。好，你要去哪里点，随便你。啊，不然我们去刚刚第一个讲的叛逆讲的，那叫什么？他说幽魂墓地啊，我相信伊利亚应该是要把这45万全部点光，有4次的扣打，不是5次的扣打，但是不用，我们一次就好了，对，一次就好了。勿忘保底抽宠物。哎、欸，那个墓地在哪里啊？幽魂墓地在哪里？幽魂墓地，敢问一下。西门幽魂墓地，西门幽魂墓地哪里、啊？这里。哦，那我直接飞过去啊，这样比较快。不然一手被你耗掉了几年。不可能。哦，你这一只手点过，应该已经死了。你已经点超越一台国产车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点了2栋房的头期款了，我相信。好惨。好，好啦，一次过，而且一次过还直接上 S。现在这一次几率真的太恶心了。他那种几率玩法太变态，真的是太变态。好，点宠物。嗯哼。好，那我要对我的宠物比个爱心。啊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是毒蛇，黑蛇，你要用毒蛇进化、哦，那没事，那你就直接进化就好了。OK。很简单，好，加油！20%的25%、嗯，我今天是不是一直在玩你的几率？刚刚是2%，现在65%，现在是25%，可是的20%里面的25%，加油，加持，还没有对准他、欸。哪里啊？宠物，然后点这一只，然后进化。已经没有办法喂它、嗯。对，也不能喂它了。好。然后你按加，那个加，现在还没。然后把那个东西拿起来，这样按下去才是。二十耶。对。这是什么装备啊？他的东西。不是他的东西，自己的东西，就是自己能穿，但是没有，还好，对，还好。20哎、欸。嗯，是第几次？这我不知道。应该是全新的一次啊，因为这以前都抓一只就够了，现在因为有多了这个 S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多抓几只。对，不然其实都只抓一只就好了。对，都只抓一只就好了。所以它三星要变四星是吗？没有，三星要进化成新的变三星，就是换另外一只更强。对。好。好。那第四次了。打僵尸，打什么僵尸？第四次进化 S， 哇，好了吧，上把福大，加油，进化 S， 是进化 S， 就是进化是一个几率 ，S 又是一个几率，它是两个几率，所以进化有可能会掉 A， 哦，所以这个 S 会变成不一样的，有可能 A， 对，但是一定会是 S 或 A， 不会是 B， 哦，对，不会是 B， 好 ，S， 加油，要开始喽，先按喽，20%的几率，这过了，好。我那时候也超奇迹，我也你也过了，过，而且也是 S 这样，一次，没有三四次吧，没有自己点了，对我自己点，那时候也不在，哇，你要来？不用，大家都指名你，我紧张，你知道你现在在 R 有多红吗？有多少人想给你点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按喽，好。拜托，加油，蛇加油，准备咯，23，这进化一次成本大概10万块，十万块，多的，好，来咯，一、二，三，有吗？哦，没事，哦，没事。不要难过，这个失败不会消失，只是10万块而已。我们先去买，
刚刚有人说地震，再去肥东吗？我们等一下再去肥东。我们刚刚有人讲的地方，我们都一个一个慢慢去。我们刚刚去完哪里？幽魂墓地嘛，再来是萝卜大，萝卜大侠一样那个地方。好，那就是肥东了，肥东了，肥东了。对，只是10万块，没事的，福儿，没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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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才会被你点一次，到现在很久。哎、欸，他那支影片我没上，他那支影片也会让很多人有阴影，连我都点到有阴影了，你知道吗？超恶心的，超可怕的。好，来这里先10个，不，宠物进阶完。好，然后我们去肥东，肥东萝卜大侠。对，问题不大，就10万，跟刚刚比起来，动不动百来万的这个10万算很便宜了，这10万算很便宜。来，23，哎、欸，菜菜是不是很像说30号吧？我记得菜菜很像说三十号，我记得。啊，刚刚大的都过了，刚刚那个600，刚刚那个400万的都过了，这个没事啊。好，玩 RO 叉之后，真的，你如果觉得这个世界的游戏很贵，你就来玩一下 RO 叉，你就会觉得其他游戏其实超级便宜啊。暗黑破坏神滑烂，好不好？滑到一个爆炸，一单的价格可以玩那么久，1000多颗没上。反观昨天 ATN 一样是梦游客，昨天 ATN 点了什么东西？我先说，昨天我也来点过。哎、欸，你说你点了4次哎、欸，所以刚刚那是第5次哎、欸。哇！那准备第6次。来吧！你尿过啊，蛇蛇，你尿过。哎、欸，来吧！好。嗯，这个帽子它不会坏掉，只有那个瓶子会消耗掉而已，所以其实就是还好，对，但还是很痛。对 对，有曾经有人，曾经有观众20几次没过，然后你还记得 IN 吗？他那只狼也是点了10几次没过，就他把狼放生掉了，然后就退坑了。对，也是有的，都是有的。这个游戏就是这么让人又爱又恨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有很多玩家一次过，对对对。他每次都是20%，每次都是20%，他也不能增加，也不能干嘛。对对对。天哪，好。好。对。我刷2好了。好。1、2，然后就过。好。加油。S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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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下，你的下一个客户来了，帅哥。他现在还在合欢山上。我等下会先帮他抓啦，所以那个还久，那个会花一点时间，对吧？而且我们快10点嘞。哎，我们哎，等下，哎，我先等，我们一下。我们等一分钟一下，我们看一下那个2023年7月22号的晚上10点，它的加倍是什么？如果是垃圾，那今天就没事啊；如果不是垃圾，多倍。好，垃圾，来，不管，来继续玩吧。好，今天的暴击是垃圾，不用看了，哎，不用看了，休息。好，加油。好的啦。加油，蛇，哎。早安，如公，我在想要不要出资一波？不用啦，这绝对过啦，这怎么可能不过，对不对？我总好像抓满了还没 S。你之前有没有存饼干？有存饼干的话，应该还可以继续抓，对，应该还可以继续抓。好的，上吧。啊，今天的暴击也是个垃圾，这个垃圾是不是重复过啊？完全没有要新的暴击的意思、欸，真的。好，加油！20%的几率，好，刷2哦，1、2，这样。嗯，好。好，我按下去喽，进化，加油！1、2，啊！拜托，不要挂！成功！哦，还没，不要。不好，这可以洗吗？这没办法。这样算有一点进步。有，也是有变强，嗯，还是有变强，对，就他一定会变强，只不过就是强的多，强的少，但其实也没有强很多啦，所以要等到下一次进化才能把它变 S， 就看伊利亚要不要了，因为它成本很高，你要养到30等，然后你要先抓 S， 然后养到30等，然后再进化，然后再等 S， 它其实蛮伤肾的，两次成功可以啦，换个角度想，其实是成功了啊，在以前而言，这已经是一只进化了。只不过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因为多了 S 的宠物，所以你要真的上那个最开心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点点痛苦，但至少进化了，哎、欸，至少进化了。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进，他
还有另外一只，还有另外一只 S， 可是这时候就看伊利亚要不要养，因为你要养到三十等，然后再去进化，然后再玩一次这样子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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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所以我们就是按这个，然后按继承。哎、欸、哦，在出战中不能继承，对 对, 對。然后我来一下，所以不能把 S 级继承到他身上。不行，他就是要反过来，因为很烦，很烦很烦。那我们就是，哦，我先帮他拿一下。那 A 有可能下次进化变冰哦。有，如果是 A 级宠的话，就可以进化成，就会有可能降级成 B 级宠，对。可是 A 级宠又有机会上 S 级宠，不过那个难度很高，欸、那个几率很低很低，所以我们现在是 B 级宠嘛，然后稍微的看一下它的能力，看资讯好了，看最终物伤附加 18.36 继承，继承这个只要花水晶2000而已，跟刚比起来，这个而且是百分之百，这个不用想太多，就过去18哦，有啦，有变强，有变强。绝对变强，绝对变强，好，对，绝对有变强，没事的，福尔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要换个引发，引发都过了，唯一失败的是只有这个 S 而已，唯一失败的是只有这个 S 而已，那这时候这一只就看是要放掉还是要继续养它，这个我还留着，对我还留着，也舍不得放掉，放掉太亏了，而且都是在这里耶，地藏王菩萨，好吧，这里不错了，这里不错了，对。